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Miki 老师，今天要带着小朋友跟着 Miki 老师唱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我们来唱 Miki 老师的歌《巴拉巴巴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。好，先吹喇叭。脚踏车，我们小朋友可以改成其他的动作哦。想想看，爸爸平常会带你做什么呢？例如，哦，陪我一起游游泳哦，爸爸带我们去游泳哦。或者陪我一起唱唱歌，爸爸跟我们一起唱唱歌哦。或者陪我一起看看书，陪我一起看看书都是可以的哦。这样学会了吗？喜欢的话，下次再跟着 Miki 老师一起唱唱歌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